大家好，这一节我们介绍杰出的艺术家吴冠中的现代水墨画。吴冠中出生于1919年，那一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他的青年时期是成长和学习在新文化运动中的30年。1936年，吴冠中考入国立杭州艺专，成为林风眠的学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入校门，就随着艺专的师生辗转迁校，进入了流离失所的岁月。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感召了他，影响了他在艺术上选择走什么道路的深思。他的老师林风眠开创的现代艺术道路的思想，给予了他最重要的影响，这就是走中西调和的道路，创造时代的新艺术。但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去寻找艺术中西调和的实现方案。1947年，吴冠中留学法国，进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1950年，回到刚刚解放的新中国。31岁的吴冠中自欧洲回国后，一直到1976年，始终没有停止到生活中去，到大自然中去写生，面对着生活，面对着大自然，探索中国人心中的绘画世界。他最初的理想是以中国画的写意精神推动油画的本土化创造，这是一系列中西绘画技法相互磨砺的试验，用东方的情思和意趣再生在油画布上，这是写生与情感彼此交融的过程。这个时期的作品，吴冠中所面对的不再是古代传统绘画的旧时河山，也不是现实主义者眼中的客观对象，而是蕴含着东方意象的形式美的源泉。下面我们沿着吴冠中艺术创作的足迹，去欣赏他在创造新艺术形式的旅途中穿行于中西方之间，在现代水墨领域包括油画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去追求美、创造美的作品。这是吴冠中1964年的油画作品，色彩主调明亮，显然是东方审美意趣。平面式的色块表现山体与空间，前面的一排白杨树各有姿态，是画家表现形式美的最好的形象素材。作品的表现方法类似于法国的波奈尔，但是吴冠中面对的是中国的风景，他有强烈的中国感情，所以这是东方风格的油画。1976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了新时期，这个时期被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启蒙。吴冠中发表了艺术观点，引起美术界的剧烈震动。他发表了两篇文章，绘画的形式美和关于抽象美，让人们对艺术本身规律产生觉醒。看这幅作品，是吴冠中1977年创作的油画，画的是江南水乡。他仍然实践东方之美的形式，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被人们重视，人们还在追求法国19世纪油画的写实风格，如法国画家勒帕热的创作于1877年的《堕草》。吴冠中在1980年代初的创作和写作的散文，重新唤醒了半个世纪之前林风眠所提倡的艺术道路，启动了文革之后艺术本体精神的第二次降临。这是吴冠中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意义与影响。1974年，吴冠中开始画水墨，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在水墨的现代艺术道路上开始了他创造性的实验，他把油画的表现方法运用到水墨中来。我们看到的这幅村头小景作品，还是用写实的方法画的，从画面的取景以及树和雏鸡
画得都很写实，这是吴冠中水墨画的具象时期。下面这幅是1983年的作品，已经进入意象的阶段，就是所谓的写意时期。吴冠中大量的作品是在意象语系中，这样语言状态方式维持了很长时间，这是他把面对物象时的感受用现代绘画的视觉原理把自己心中的意象画出来。这件1983年作品，从作品里我们已经较多的感觉到抽象因素，甚至可以说已经具有很多抽象的成分了。他画的是苏州的园林十字林，在我们看来，这幅作品抽象因素越来越强，主要表现在曲曲流动的线。实际上他从对象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形式因素，这幅作品我们更应当以抽象作品来欣赏。这是他1986年的作品，画的是长城，但我们看到的是盘旋的涌动的线条，完全让自然游动起来。如果不看标题，这幅作品就是宽的线和细的线如音乐般的交织共奏，大的和小的点洒落其间，红黄绿的色点醒目跳动，让我们想到了康定斯基的作品。这在水墨画中却是创造性的实验。这件作品的灵感来自于苏州拙政园，画于1991年。吴冠中在他的画记中写道，紫藤之美的关键在于线之构成与层次，至于色，赤橙黄绿青蓝紫，写取任何一种主色均能成为佼佼者。他说的是在这个园林中看到文征明手执紫藤时想到了绘画的形式原理。那桩生长了600年的紫藤看上去如粗粗细细的线，虚虚实实，千变万化，就有一种抽象的美感。吴冠中画的这幅作品也几乎接近纯抽象了。在作品上我们看到的只是线，具象的因素形的因素越来越少了。这幅作品就是从前面那幅演变过来的，如果不看前面的作品，你会觉得这是一张非常抽象作品。纯抽象的艺术是怎么来的呢？你看了前面的几张就知道这个演变的过程，这是必然的结果。这张完全是流动的线，点和线的组合，完全可以当作一首音乐来欣赏，用不着还原它的原貌。这幅画本身已经给你很多美感。这幅是1992年创作的一幅纯抽象作品，在空白中压了很多红色图章，全是姓名章，可能有寓意人的命运起伏无定，但在画面上起到的是红色的点的作用。题目是吴家作坊，表明他在绘画上，在水墨表现形式上坚定了方向。这幅作品他用了黑白灰、红黄绿、点线面自由的组合分布到画面上，包括他的印章，用形式元素构成了一件作品。吴冠中的水墨画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离开了传统系统的笔墨。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讲求书法用笔的方法，并围绕着物象表现形成了绘画程式和用笔用墨的法式，但是这个系统很难，或者说不能直接表达现代感情，也不具有现代的美学形式。吴冠中水墨画追求的是点线面之间形成的视觉对比关系，他把点线面以及色彩作为水墨的元素构成视觉形象，它的线条是线的形态，是流动的，这就有了另一个特点，是讲究抽象意味的音乐感。林风眠的水墨具有抽象性，讲究色调，就如西方音乐中的音色音调一样。
色调是西方绘画的特色，因而吴冠中的水墨通向了西方绘画。强调音乐感而带有抽象意味的绘画语言，在中国绘画史上前所未有，因而吴冠中的水墨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未来性。吴冠中的作品，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来感受。第一，是吴冠中从绘画题材，也就是从自然中看出的形式美感。吴冠中的绘画素材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民俗景观等赏心悦目的对象，他对他所画的景物充满了感情，他一定要保持与自然、与观众、与人民的感情相通，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看出对象的形式美感。第二是绘画语言的美感。吴冠中的每幅作品既有绘画自身的旋律，又不离开人的朴素感情，用这种感情沟通观众，他称为这是风筝不断线。第三是绘画境界的美感。吴冠中的艺术世界是独特的，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尤其是他的水墨绘画打开了中国水墨艺术又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他的水墨作品让我们改变了对水墨绘画以往的认识。前面通过一些作品，我们大致了解了吴冠中的艺术演变轨迹，下面我们主要看看他在水墨绘画中如何建立起自己的风格形式。吴冠中的水墨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70年代对水墨这一媒介材料的熟悉和适应时期，二是80年代的银灰色时期，三是90年代前期的黑色时期和90年代后的整合时期。第一个阶段，水墨探索时期。这幅作品创作于1977年，是吴冠中开始使用水墨材料创作的第三年。他发现水墨材质更有利于对形式的表达。我们看这幅作品，绘画形式的元素还隐没在描绘自然对象的造型下，但是它已经有意识地分离了粗线和细线，如树叶，重墨和淡墨如树枝，干墨和湿墨如树干和远山。这幅作品创作于1979年，他在把色彩与墨色相结合，用彩墨方法画出物象。第二个阶段，水墨的银灰色时期。这是1981年的作品。吴冠中在用绘画最基本的元素点线面，观察寻找生活场景中存在着的形式美感题材。他在江南水乡看到了这样的场景，他用空白、灰墨、黑线创作了一种水墨风景的新形式。这种水墨形式的水乡风格后来发展成了标志性的水墨风格。这幅也是1981年的作品，他从江南建筑的特点上抽取出抽象元素，并简化场景中不必要出现的多余景物，使形式特征达到了鲜明表现。吴冠中在油画中植入水墨的基因，又在水墨中融入西方现代的造型观念，他同时在两个不同天地中探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将东西方艺术的血液混流在一起，从而建立起他的艺术新的风格、新的趣味。而这种新的风格和趣味正是随东西交融的时代潮流应运而生的。对于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再没有什么比开创一种新的审美趣味更重要的建树了。这幅作品创作于1987年，画的是崂山松石。这幅银灰色淡墨为主调的画面上出现了醒目的色点，这是西方绘画的色彩魅力来到水墨的出现。显然吴冠中用的不是西方写实绘画的色彩方法，而是西方现代绘画的色彩观念，即单纯的颜色。对水墨绘画来说，这才真正是新的世界的开始。因时间的关系，这一课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节继续。在下一节中，我们介绍林风眠的第三个阶段的黑色时期和之后的整合时期，以及
更多的作品欣赏。谢谢大家，再见。